思莫悔，实悟不妨众善呐。这一句话深其甚心，甚是如来本师释迦牟尼佛啊，我人不要记住他的悟，要帮助他回头向善。他就是贤人，他就是善人。啊，这是佛陀的教化了。悟人临终如能忏悔发心，至心念佛，则悟人已成善人。啊，忏悔之后，他已经发了菩提心。为什么呢？他发心，他真信了，真正想求生净土。莲池大师不是莲池，欧耶大师在《弥陀经》上要解讲发菩提心的，他老人家的注解，真信切愿求生净土，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。印光大师看到这个注子，佩服到极处。为什么呢？自古以来是高僧大德、祖师大德没有说过，欧耶大师说破了。啊，他不是讲菩提心呢、啊，真这个这个至诚心啊，身心回向法印，他不是这样讲。你真正相信，真正想生极乐世界，真肯念佛，你就发了菩提心，你是无上菩提心。讲的有道理啊。那么我们晓得，乡下这些阿公阿婆，你问他什么叫菩提心，他根本就不懂。他真的往生了啊！欲知实质，走的时候瑞相稀有，他真的往生了。你说他没发菩提心，他发了，你不知道。欧耶大师这么一点破，我们恍然大悟。他怎么没发菩提心啊？啊，所以我人已经成善人，忏悔真正求生极乐世界，他已经发了菩提心了，当然蒙福摄受。随缘往生啊！啊，故莲池大师曰：“岂不贤圣同阔，同登极乐？”啊，上上品往生的到极乐世界，见阿弥陀佛；下下品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也见阿弥陀佛，而且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。那个下下品跟上上品差不多，没什么分别啊，这是十方世界所没有的。